学英文，或 shopping 的英文，或者我们去尝试一些好吃的啊，怎么样点菜啊，这样子不用很无聊在一个教室学，我们是出去玩，一面玩一面学英文。我们一个很可爱的助理主持人叫 E Baby。那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呢？就要看有什么好的朋友会打电话过来给我们一个任务。Who's gonna call us today? Let's take a look. 你好，我是 苗栗圣心火车站前面的杂物店的江波波，江波波你好，太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现在我们这当地的客家菜做得还不错，真的啊，很多也是假日多了哈，因为那个外国朋友啦，平常朋友我讲英文，我希望你给我们介绍用文介绍菜名好不好？没有问题，那我就赶快来找你喽。好了，欢迎，拜托，谢谢你。 好，别那么客气，拜拜。OK。哇，张伯伯真的好辛苦，那么晚还打电话过来，生意一定做得很好。我想到苗栗啊，就想到曾经坐过这个旧三线到圣心火车站，那时候圣心火车站前面只有张伯伯开了一个杂货店，整个村子没什么人。 那个张伯伯后来说啊，可能这个火车停止之后呢，这个村子整个会冷清了。没想到没有火车，反而人潮都来了。哇，最近很多人都会去那里去旅游啊，去看看那里的旧的建筑啊，去吃客家菜。哇，我真的替他们很开心，因为整个村子就繁荣起来了。但是当初为什么政府会关闭这个旧三线呢？我们就要问我们的 E Doctor。 E-Doctor呢，就是我们的百科全书。He knows everything. Hey, E-Doctor. 今天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哎，圣心火车站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吗？哦，这问我可就没错了。故事要从台湾省政府的官员北上洽公开始说起。旧山线从三义到后里，长约16公里。 沿线有许多台湾第一，例如最弯的16份坡，最陡的开天隧道，以及位于海拔最高的圣心车站，就有402公尺。不过因为是单轨铺设，坡度又陡，列车班次不仅无法增加，还常常误点呢，使得很多坐火车北上台北洽公的省政府官员。 就常常因为误点而延误工事，所以台湾铁路局在民国76年开始新山线工程，铁轨改双向，而且路线截弯曲直。87年完工后，火车不再行经旧山线，圣心车站就此荒废了。台湾铁路最高点海拔 402.32公尺，哇，难怪那时候的火车爬不上去，不够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找张波波。找张波波的时候呢，要到 E-Talk 这个格子。但是呢，去 E-Talk 之前，就不知道我们的骰子会带我们去发现苗栗的哪一些特色，搞不好有好吃的、美丽的风景。We'll have to see， 我们就来丢我们的骰子吧。 Give me a lucky number. Oh, 2 plus 4 is 6. Okay, 就叫我们的飞盘出来，上去了。Whoa, here we go! 1, 2, 3, 4, 5, 6. Oh, surprise! All right. 那我们要找到什么样的surprise 呢？会不会有机会去采苗栗的大湖草莓？Oh, 又大又甜。哇，好多树！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我们一起来去看看吧。Here we are at a coffee house in Nanzhuang, a village nestled in the mountains. The gardens here are gorgeous, perfect for taking a stroll. Hey, Dudu, 我到了。Hi, Lily, 你来啦！走，我带你去逛我们的山城花园。哇，真的好美。
这是什么花啊？大坡虱。大坡虱真的很漂亮。那他怎么会想把他的花园公开给大家来用呢？最早以前就是这是我们自己的住家，那我们住家我妈妈喜欢种花花草草，然后种好多的花花草草，那常常会有游客啊在外面看啊，然后有时候还会不经意的闯进来，我妈妈的朋友就建议我妈说，那你何不卖个咖啡呢，让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样子，那所以我妈妈就开始卖起了咖啡。那这样经营了多久了？我们也经营大约7年多了。算好像听说还会排队，人多的时候需要排队，因为是为了避免里面人太多，那就是避免到人太多干扰到客人这样子。所以你们非常注重这个花园的气氛。对对对，品质也是很重要的。哇，真的很漂亮。独乐乐不落众乐乐，这是嘟嘟的妈妈汪美珍阿姨开放自家花园的本意。南庄乡蓬莱村位于苗栗县东北角，在这个偏远的山城中，客家人跟赛沙族原住民是主要的居民，淳朴是这个地方最大的特色。嘟嘟家的花园只有在假日才开放供人参观，因为游客大多集中在假日，山城的日常生活还是平静无奇。嘟嘟说他最佩服的人是他的外公，因为外公在10几年前就认为南庄的好山好水会吸引许多的旅客来玩，所以他在民国79年创立了蓬莱村第一个民宿，同时也盖了一座私人公园，为的就是迎接客人来蓬莱村游玩。哎，那你爷爷怎么会建这样的一个水池呢？因为最早之前这里还是一个很淳朴的农村的时候，然后外公就是会自己铺路建造，那他盖的这个新贵公园是为了想要让外地来的游客有一个地方可以歇脚的地方这样子。新贵公园为什么叫新贵公园？我外公的名字就叫翁新贵。是他真的很想贡献一个公园是给外面的人可以来享受大自然。对啊对啊。那这真的是个大梦想。这样子要建造多久才盖？其实没有他就是想到哪就盖到哪，那其实陆陆续续就是也一直在更改，所以也没有一定的时间什么时候盖完，就是盖到哪就盖到哪这样子。哇，所以你们家真的又会种花又会盖水池啊、石头啊、水泥啊，真的蛮有才华。所以这就是我外公的兴趣，外公的兴趣，那种花就是我妈妈的兴趣。那你的兴趣呢？目前还正在寻找。正在寻找自己的兴趣的嘟嘟沉浸了外公留下的新贵公园，也帮忙照顾妈妈的花园。他说当初大家都笑外公异想天开，没想到现在的蓬莱村在假日的时候真的涌入了大量的观光人潮。外公的远见留在公园内的石碑就是最好的见证。民宿跟咖啡厅林立，虽然在假日的时候商业气氛浓厚，不过在平常的日子，山城的岁月依旧宁静。这样的山城，这样的花园，南庄人的生活让人真羡慕。花的香味喝咖啡真舒服。哇，你们的花园好大，这样子要花多少时间浇水啊？如果你是说一整个园子的话，需要一整天。哇，很辛苦，你这样子那么年轻小女生要照顾那么大的花园。
会不会要顾到什么花生病啊什么什么，就很多问题会出现。其实都是需要的，因为有时候像这个花的花季凋谢的话，我们是要去更换它的。那你要对花非常了解。嗯，那看到那么多种花，请问你们的花园有到底有几种花？ How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flowers are there in your garden? There are over 100 types of flowers here. 哇，那那么多花，你最喜欢哪一种？ What's your favorite flower?My favorite flowers are lilies. Dudu's favorite flowers are lilies. 哇，嘟嘟，你跟你妈妈照顾那么大的花园，真是了不起！谢谢你带我看你的花园。Thanks for showing me your garden.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Bye bye. 哇，真的是太开心，可以去看嘟嘟和他妈妈的花园。那里的大坡是好美，而且每走几步就，哇，不同的花的香味，啊。我们要来复习我们刚才学的英文了，所以呢，要叫出来我们的好朋友 E-Baby。 Hey E-Baby， 你到底在做什么？哇，嘟嘟的画真的好美丽哦。 Lily， What's your favorite flower？ My favorite flowers are tulips， 我最喜欢郁金香，因为呢，它代表春天的来临。 How about you E-Baby？ What's your favorite flower？我是一个浪漫的 baby， 我最喜欢玫瑰。My favorite flowers are roses。你看我今天在路上买了一朵。They are beautiful。What's your favorite？ 这个句型可以用来认识你的好朋友，就可以问他们 What's your favorite coffee shop？ Or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哦，你最喜欢被问你最爱吃什么。Hey baby，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I like all food. 我就知道。你呢？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我最喜欢吃芋头冰。I like taro ice. It's yummy. 那我们今天也学了一句话，就是 How many types of flowers are there in your garden? 这样的问题呢，你可以去花园的时候去问。When you go to visit any botanical gardens, you can ask this question.那这个句型还可以在什么地方用呢？如果我去一家卖巧克力的店，我就会问 How many types of chocolate are there in your store? Very good， 你是个好学生。那有一次啊，我想买一只鱼回家养啊，那我去水族馆要怎么问呢？ How many types of fish are there in your aquarium? Hey baby, you're a smart baby. Thank you. Bye bye.哎，我们刚才到苗栗的 surprise 就认识到嘟嘟，哇，那么年轻一个女生可以照顾那么大一个花园。虽然他们的店只有周末在经营，可是其他的时间却是要又有耐心又细心去照顾那么多的花，哇，真是令人敬佩。那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呢？要看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看喽。下一个单元，我们来介绍什么样的环境才可以养出这种珍贵的鳟鱼。什么样的环境才能让鲟龙鱼长得那么大？